把玩具收好。耶，吃了黄黄的大香蕉，屁屁畅通，没烦恼哦。哇，我还有两根香蕉哎。对啊。哎，苹果姐姐，你要不要吃香蕉？啊，香蕉哥，不用了，我一点都不饿哎。啊，那水蜜桃姐姐，你香蕉哥哥，你不要问我了啦，我跟西瓜哥哥都不用吃，谢谢。那算了，我自己来吃香蕉。哎，等一下，香蕉哥哥，你没洗手。啊，吃个东西也要洗手。当然喽。那怎么洗手呢？让我来教你吧。首先要把手上拿出来，再打开水龙头，水水啊就会稀里哗啦的流下来了哦。哇，那然后呢？然后当然是要抹肥皂喽。来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大肥皂，来。手心抹一抹，手背抹一抹，手指搓一搓，再一次哦，来，手心抹一抹，手背抹一抹，手指搓一搓。哇，那手手搓完以后呢？搓完以后啊，我们就要用水把手冲干净哦。来，来，冲一冲，多冲一下会更干净哦。冲一冲，搓完之后我们就要用毛巾来擦一擦。擦完之后，我们的手就会变得亮晶晶。哇，我的手真的变得亮晶晶了耶！香蕉哥，可是你的指甲缝还脏脏的耶。对啊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洗手刷的时候，指甲缝也要抠一抠。哇，手刷啊，真的变得好干净哦。对啊，这样子就不会得肠病毒了。对呀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冲冲水再摸小澡，双手搓搓揉一揉，指甲缝也要抠一抠。快快小朋友一起来洗手，冲冲水再摸小澡，双手搓搓揉一揉，指甲缝也要抠一抠。健康里面的非常好，不论到哪都开心又健康。
小朋友，我是香蕉哥哥 banana。 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喜欢吃香蕉吗？答对了哦，就是猴子哦。那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？饭前洗洗手，细菌不沾手，饭后漱漱口，蛀虫不会找上我。手洗干净哦，让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午餐吧， go。大象鼻子软趴趴，稀里哗啦吃西瓜。河马张开大嘴巴，不小心吞下大肚娃。肚子饿饿又刚饿，大猩猩拍拍红屁股。吃西瓜，鳄鱼张开大嘴巴，不小心吞下大肚娃，肚子饿饿又耽误，大猩猩拍拍红屁股。
那边有菠萝面包车耶。哎，有咸葱包，还有弯弯的红豆面包，还有打叉叉的菠萝面包耶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哦。嗯，让我们一起去找菠萝面包车吧 ，Go！伤心，找找房间电视机，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
找找房间电视机。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。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洗手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镭射光啊镭射光，原子炮啊原子炮，我出击啊你出局，宇宙全能大无敌就是我，猜拳超人。小朋友，西瓜哥哥要跟猜拳超人一起去寻找梦的王国，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吧。
风越过草原来看我。嘀嘀踏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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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儿和我跳起舞。嘀嘀踏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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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儿送我个礼物，一朵飞翔的蒲公。跳起舞，踢踢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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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儿送我个礼物，一颗跳舞的小雨滴。虽然只是一个小礼物，只是个小礼物，我可以跳舞跳舞很久，我可以跳舞跳舞很久。虽然只是一个小礼物，只是个小礼物。各位小朋友，两只老虎大家都会跳吗？跟拔牙哥哥跳一遍你就会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小朋友，那我们一起去参加两只老虎的运动会吧， Go！Oh yeah.
好，我是苹果姐姐。你知道一年有四个季节吗？春风就像爆米花，夏风像个年巴杂，秋风冷冷不说话，东风像个大冰牙。现在四季都学会了，我们背起背包和风一起去散步吧。今天要玩什么游戏？风淘淘气吹呀吹，吹起帽子当飞炮。太阳公公笑嘻嘻，不管今天什么天气，背起我的背地纸，我要和风散步去。Thank you.